发现是吗？来，有请二位，两位 ，Come on！ 太帅了，子琪，生日快乐，欢迎欢迎，耶！啊，哇，听你们歌真的好嗨啊，有吗？对，听你们的歌必须要戴上墨镜。我可以把它取掉了。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吗？今天？对对对对。哇，来互相评价一下对方。首先，我觉得该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rapper， 因为他写的歌词很感人。嗯，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选择改编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很早就已经问他，你那个 rap 的歌词你写了没？他很早就跟我说他写完了，结果他一发给我的第一次，我一看到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感动，所以非常开心这次能够合作。谢谢 Jim。 该呢？我当然说实话，就是这辈子都没想到过可以跟邓紫棋一块唱歌啊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今天啊，算是新年愿望成真。对对对 对, 对。而且刚刚真的全场都在跟着你们一起嗨啊！谢谢大家。太好听了，谢谢。那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现场，其实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，你们想不想听盖来一段 freestyle 啊？我哦，需不需要？我们让子琪来出题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来出题啊。是，如果是 freestyle 的话，就是即兴唱，但是今天我们现场要把它完成一个命题作文，因为越是在直播的跨年演唱会里面，我们要提高难度。通常呢，一般厉害的 rapper 是看到什么都能随机的去 freestyle， 那你就 freestyle 这个吧。要不这个 vivo 好不好？ vivo。但是我要增加难度。OK OK， 让我想一下。哇，还有难度！我要增加难度。小明，你说。vivo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全面屏、逆光也清晰和心要红。哇，加这么多，算了吧，盖，要不然我们打车走。哎，让我试试好不好？试一试吗？来，我们先把掌声送给盖，看他能不能完成。哎，有很多关键词哦 ，vivo X 二十，心要红，逆光也清晰。OK， 那我想想啊。收到的新年礼物一定要走心。嗯，我只想要星耀红 vivo X 二十手机。哦，然后一光拍摄也清晰，照亮你的美。Yeah. 祝大家新年快乐，2018如鱼得水，漂亮！漂亮，谢谢，把美好的祝愿全部包含在了里面。听完盖的说唱之后，我决定了2018一整年，我只用 vivo 星耀红 X 二十手机，因为一定可以红红火火一整年。那这次也要特别感谢 vivo 对我们跨年演唱会的独家冠名 ，vivo X 二十全面屏手机，逆光也清晰，照亮你的美。对，盖的演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啊！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即兴能够再来几首，那就能够让所有的朋友嗨得更久。我押韵了，好歌，押韵了，押韵了。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观众迫不及待，因为马上我们要把所有的大奖赶快送给大家，送给我们全球的朋友。是的，来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次打 call 好不好？来，盖先来，盖先开始好吗？盖，你喊三二一，停。OK， 三二一，停。哦，是一对儿。你看，这应该新年又要来了。2018年呢，我们的新年愿望是事业和感情都可以越来越好。希望可以让盖用重庆话为我们加油打气。谢谢，谢谢。哦，用家乡话来打气，应该你拿手哦。这一对朋友是来自于微博的啊，用微博。那就来哦。兄弟姐妹都凶气，凶气，凶气啊！重庆话很带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盖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演出，我们先让盖去准备一下好不好？大家好好期待哦。还有更精彩的演出。 okay, 好，加油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交给子琪啦，好，为我们来打 call 好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看是哪位朋友。好，三二一，停。 stop。 哦，一个粉嫩小帅哥。 Hello， 你好，GM邓紫棋，希望你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顺顺利利，比心送给你，同时呢，我也希望你可以比心送给我，我也希望自己在2018年里艺考顺利。好。哦，他第一需要比心，第二他马上参加考试了，艺考，他在面对人生一个挑战，所以你要把这个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，好吗？先给他比心。哎，都送给你。这边我送你一个单眼。好，然后呢，马上要艺考了，面对人生的考试，希望你艺考顺利，然后
考得不好，不要来见我。啊，压力好大。子琪的祝福，他一定会考得非常的好，因为拥有了满满的动力啊。是压力。激将法，激将法。是压力也是动力，而且你要知道，这个是邓紫棋的祝福，邓紫棋的祝福那就是紫气东来，希望你愿望成真。是的，那我们也要恭喜刚刚来自火山小视频的观众朋友。就是，那么接下来呢，马上呢，我们即将迎来这个盖的这个表现了啊，各位 ，vivo X 二十全面屏手机，星耀红，惊艳上市，逆光也清晰，照亮你的美。今天晚上的演唱会由 vivo 独家冠名播出，本场演唱会由麦吉丽特约赞助播出。肌肤问题不能只靠遮，想要素颜也自信，麦吉丽尽享素颜之美。下载网易严选 APP， 搜索跨年，领取零食免单券。下面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期待盖？要！除了盖，还会有一位神秘女嘉宾，那就是李嘉格。希望两位为我们带来嗨翻全场的表现。有请。